好，你好，你你好，好，你你好，好，你对，好。你好，你好，咱们平时怎么玩啊，主播？平时只能说个撒娇把脸，撒娇把脸是什么样的撒娇把脸呢？就就是一是般，正常的撒娇把脸，好不好吗？你行不这样，行吧？拜咱托们你玩了，行。个，就是我感觉你唱歌还蛮不错，咱们玩一个才艺版的撒娇把脸，敢不敢？才艺版的撒娇把脸，您指的是？就是你八种不同声音的那种撒娇把脸，八就种。是咱们来个，对，就是比如说我来个 freestyle 嘛，就来个生气版的，你就生气版的，来个就是那可爱版的，来个可爱版的，对吧？我说到哪个版本，然后你就来到哪个版本嘛，可以吗？可以，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 OK，么那咱们我，这边你输了的话，你输了的话跳过开。那行，输了给你跳个酷卡也没毛病，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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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少少你是知道我的才艺的，对，来。这多多少少有所知道，有所了解。毕竟您大名，那我就是可能都是听说过的啊。我明白，我理解，你是好，我好，好的嘞，什好么呢？嘞，我懂，好，你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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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稍微的装一下，稍微的装一下。刚唱的是，今天还有什么歌没有唱？好像都唱过了。刚唱的是《绝爱》，Baby 今天唱过了，缺氧唱过了。错过，众筹一下喽！深爱回响不唱哦。小辉哥送的旋转小人儿。
谢谢我们慧哥。好，挺住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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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住啊。这秃头吴彦祖，我给你禁言了，你一直在刷屏。你要可以不刷屏的话，你找管理解禁。来，我们就差一千。一下啊，我们差30秒，30秒，最后30秒，谢谢汤圆，谢谢汤圆宝贝送的公主马车，谢谢汤圆宝贝，谢谢汤圆宝贝送的一堆公主马车，感谢感谢，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感谢感谢，谢谢舒秋，谢谢舒秋，最后10秒啊，拉锯战，最后10秒。守住，守住，师兄弟姊妹们，守住，谢汤圆，守住，差就差一点点，守住啊，守住，守住，守住。哎，700，上了就赢了，掉了，掉了，就差，哎呦，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好可惜啊！谢慧哥，谢谢肉肉，谢谢汤圆宝贝，谢谢小佩老婆，谢谢 Dumbo， 谢谢小孙，谢谢小爱同学，谢谢小九，谢谢小六，谢谢晨晨，感谢各位宝贝，感谢各位众筹的宝贝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发现我咱们家也挺能怼的，你们怼人也挺猛哈，可以。来吧，我要放个 BGM 啊。我给你来个顺序吧。第一个是萝莉版，然后第二个是女汉子版，然后好汉版、变态版，然后撒娇版，然后生气版。你要不说吧，我记不住哎。OK OK， 这个你们有什么可等的？这个不是正常的3180，我这不明白了。这个是，家人们，咱们完成了299个比心动作。萝莉版。我找一下词儿。嗯。来得及讲吗？可以提前讲。萝莉，先是萝莉是吧？好不好嘛？你最好了，女汉子，行不行呀？好汉，什么？好粗犷的声音，录音，求求你了，玉姐，拜托拜托，玉姐，我爱你呀，玉姐，我不管吗？萝莉，人家要吗？玉姐，没了，八个。啊。OK， 行，可以。哎，你平时说话声音你是御姐是啥？你就正常说话声音，我听一下。正常说话就这样。哎。嗯。你再来一遍御姐呗。好不好吗？再来一遍。我不管吗？嗯。OK OK。好好好。御姐她是她还反正她反而得要压嗓子才能出来的。他不是那个自己出来的，我要一直讲的话，就反正他得一直压着的，就是会有点不舒服，会刮地，一直刮地那种说的那种。对，我觉得哪天你可以就穿个旗袍或啥的，然后你就御姐声播一下，我感觉你直播间会炸。之前有过，但是太端着了，一播一晚上太累了。但是御姐，因为御姐这个人设就是得端着，你不端着肯定不行。就是太累的，但是他们看着看着没意思，他们反而是看着这种像我这种疯疯癫癫的，他们反而会觉得好玩，知道吧？那你就穿插吧，你疯癫跟御姐中间很冷嘛，把效果卡拉满。我感觉你的御就哎，可能是我们听你时间长，就是你这种萝莉声，然后突然间你御姐了，有点我操，你有点不错。对啊，就偶尔会给他们搞这个。哎，你用御姐，你用御姐叫个老公，我听听是哪种感觉？叫不了，不占你便宜，我真服了。太可怕，叫不了，很严谨呢。这玩意儿互联网这么多年，多置点严谨到底还是有的。嗯，那行，那下把 PK 我知道怎么玩了。那行，那你播吧，我走了。好嘞，好嘞，拜拜。
哎，拜拜，拜拜，拜拜，被禁言的我们私聊管理，好吧？禁言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刷屏啊！你疯狂的在直播间刷屏，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我可能好这段时间没有讲，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直播间人挺多的。听那个，不是已经结婚了吗？我跟谁结婚？不，我们最近直播间人听歌的挺多的，然后我们 PK 可能不怎么 PK。对不对？哦，十二点啦，我们十二点啦，我们可以众筹一下展馆礼物啦。新的一周啦，众筹一下展馆礼物。然后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刚才我禁言了一个人，是他一直在说我要听三幺八连，然后我们就不要给他刷，就我们就不要上票。我想告诉你的是，虽然直播这个东西，直播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是是靠礼物来收益，但是呢，我坐在这一晚上，我不是就是为了就是坐在这一晚上，我在这干唱一晚上，对吧？然后但是你如果一直在我做惩罚，就要看你做惩罚。一个是我一直输，我一直输，我一直输，我自己的心里可能会觉得一直在输，一直在输，一直在输，可能会你多多少少会觉得很那个什么。再加上你输了以后，对面也是会看到的。他真的就是有面子吗？或者是干什么？他没面子，是个很没，他也不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你如果自己家都不团结，你自己家都不团结，你自己家在这里打个 PK， 然后你一直就在那带节奏说输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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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还打什么 PK 呀、啊？那没办法打 PK 了，对吧？所以我这两天可能这两天都是唱歌的，然后我们 PK 不怎么打，我也没跟大家讲这些事情，所以大家就。不要老是去就是带这种节奏，对，就不要老是一身反骨。我们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团结为主要目的。你比如说打四人 PK 的时候，那谁家会感觉很有面？那不就是票多的会感觉贼有面吗？倍儿有面吗？感觉你不管是有一个老板也好，还是大家一起上也好，那就是别人看你哇票这么多，你不就是倍儿有面吗？那你如果就是几百分或者几十分的话，你就是会觉得哎呀好像不好意思讲话了，怎么怎么样，那不就是这样的吗？这是很好理解的事情，好不好？所以呢，为什么我刚才把一个人禁言，因为他在我 PK 的时候，我在那唱歌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说我要听三幺八连，大家别上，大家别上，大家别上，好吧。然后呢，再就是直播间带节奏的这个问题，不要一直刷屏。带节奏的话，如果你是带过分的节奏，我会给你禁言的。如果你一直在刷屏，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然后你翻来覆去的说，翻来覆去的说，翻来覆去的说，你会影响直播间大家的情绪，也会影响我的情绪，也会影响直播间的秩序。我们看直播是为了什么？不要忘了这个目的。看直播是为了看我在这里唱歌，或者是我这里给你们输出什么东西，然后你们产生一定的反馈，你们觉得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然后你们发弹幕，我跟你们互动，然后我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晚上。每一天晚上，每一天晚上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一直在发一些无关的一些事情。那我直播怎么进行？没办法进行了，好吗？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好吧？来吧，我们今天的平安快乐福，每天晚上12点，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段治愈的话，希望你不管是路过也好，游客也好，在我这里偶尔如果遇到的话，可以给你带来短暂的温暖和治愈。我们直播间其他的宝贝们，虽然我们互相不认识，但是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打在公屏上，给自己一个鼓励，好吗？今天平安快乐福可能会有点短啊，简单的说一下我最近的状态吧，好吧。晚上好，宝贝。十一月总觉得有些懒惰，很多事情都赖着不想去做，不知道是不是前阵子太忙的缘故，最近总是提不起兴趣去忙工作，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过我觉得平安快乐就好，生活普通但要乐在其中，路的尽头还是路，但只要你还是在向前走就好。我将一切都慢下来，生活的间隙去处理一些琐碎细小的事，也会让我感到充足，拥有热情，放下不安，生活还是充满温柔的。自行自省自清，生命的目标是平安和快乐。那么在座的各位，就祝你们一切顺利吧。今天
天的平安快乐福也照常送达啦，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一切顺利，好运降临，祝大家平安快乐。谢谢一二年级开通的一个月的会员，祝大家平安快乐，祝大家好运降临，一切都会过去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谢江辰老板。希望大家都梦想成真，好吧，但是一定要记得，生命的目标是为了平安快乐健康，一切顺利就好，好吧。有的时候如果很多事情过不去，我们就好好的宽慰自己，平安顺利，一切都好，好吗？祝大家平安快乐，由衷的祝你们开开心心。这是晚安节目吗？不是啊，每天晚上12点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段话，因为有的宝贝他可能不会熬到那么晚看我直播，所以呢就是我们选了这样一个节点，你可以听完了以后就去睡觉，也可以听完了以后再来看我的直播，也可以就是想到了12点会有这个环节特意来搜我的直播来听，好不好？我们热气球点歌，老板不要刷屏。祝大家一切顺利。Baby 今天唱过了，宝贝。我们来点一点展馆吧，新的一周了，宝贝们，爷们要战斗，今天唱过了。祝大家一切顺利啊！我们来点一点展馆，宝贝们，今天展馆点的好慢。我们的小礼物大家可以众筹一下。要死你，那没办法嘛，现在就是遍地开花这种状态，我们只能注意防护，好吧。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不要开一些粉丝见面会啊，或者是什么粉丝聚餐，我其实都是很抗拒的，都是很抗拒的，也不是不想跟你们见面，主要是现在形势太严峻了，大家尽量也都不要聚集，好不好？尽量也都不要聚集，我们就是保护好自己，然后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免疫力什么的，好好保护自己，好吧。谢谢老伯，谢谢老伯，谢老伯送的大珍珠，来我们一起点亮一下展馆礼物吧，宝贝们，爱你哟，纸鹤亲吻，小眼镜，比心，比心兔兔，真的爱你，热气球，这些小礼物大家可以一起众筹一下。祝大家平安快乐。你太社恐了，为什么会社恐啊？谢谢 Shiny 送的告白气球，感谢老板。不是12点下班，我们就是12点会念一个平安快乐福。没送灯牌的，我们送了灯牌哦，新的一天了，谢谢小佩老婆送的亲亲。谢谢特鲁姆鹏送的蓝鸟，谢特鲁姆鹏，我们把那个展馆众筹一下啊。明天爷们儿几点？这个不一定啊。害羞有啥害羞的？你什么星座的？展馆继续在哪里？展馆在左上角，我的天秤。你一提到天秤，我可就有话要讲了啊！可以点一首《武家坡》吗？《武家坡》我只会那一点点哦，因为他现在没有这个合适的伴奏。天秤社恐吗？天秤是我一生之敌啊！你紧张什么？天秤是我一生之敌啊！我真是这辈子跟天秤真的势不两立。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啊啊啊！我的情往事抱船，可怜你守在寒窑，可怜你孤孤单单，苦等我学难品味整整18年呐、啊！我的情往事抱船，我不该
心记得，我不该口吐轻言，落得过忘恩负义，宛如弃了天的代。我将这一十八载从头说一番，方知我血贫难，昼夜回家看，只为夫妻两团圆。你能听到这个伴奏非常的呲啊，所以我不是特别爱唱这个歌。它又如果出来好的伴奏了，我可能会学一学整首。为什么说天秤？因为天秤是一个很犟的星座，真的。我这是讲这些会不会说我？大家不要封建迷信，我只是就是通过我身边的人听到，就不是听到，就是领悟到了这些，真的很犟。没有一个人能降得过他，真的。接个屁。Hello，王老师是我队友是吧？行。真的吗？另外两位是谁啊？景二啊，不认识。那行，那个都第一次见，那个咱们 PK， 那我跟景迪老师一锅，然后王老师你带着点这个傻子行吗？啊。哦，我以为你说我傻子，不好意思。哦，我也反应了半天。对，我突然笑容消失，我以为是说我是 说我傻子。行，虽然你智商也不高，但是我感觉你应该比他高。你智商高，你智商高，你聪明绝顶啊。嗯，他确实有点绝顶了，别低头。王不然，你要不会说话，你就把嘴撅了。景迪二，你怎么不认景迪？你怎么不认？行行行，我俩一伙听着，来来吧，听听啊。3-1，3-1，不是景林，咱俩不是一伙吗？怎么偷摸的王玉萌没过去，你过去了？我看王玉萌还不过去，我就赶紧过去了呗。我占个空闲。我看你挺着急的，但是你别急，真的，你真别急，好吧？完了，你着急很急，但不能急，咱别急，来拉票。各位老师，立冬快乐，立冬快乐啊，立冬快乐，好，闭麦了。兄弟们，给你们放个炮！立冬快乐！真恶心啊！真的。立，请问问立，他放屁啦？你好恶心啊！就你这样，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兄弟们，立冬快乐！真的二神，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来吧，那我们闭麦了。加班时间少了，我们确实今天都把口袋掏。恶心，我真服了。闭麦吧，没有我对天秤的了解。真的好多天秤座啊，为什么之前有个老板是天秤座，然后小黑是天秤座，老白是天秤座，然后现在江晨弟弟也是天秤座。我周围怎么这么多天秤座？唯一现在没有跟我起过争端的天秤座，就是跟我已经相处了很久但是没有跟我起过争端的天秤座只有小黑。然后江晨弟弟可能是因为现在你还没有认识我太久。可能我跟老伯已经吵过无数次架了，每次他跟我吵架的时候，我都想把这头给扭下来。真的，太犟了。这个人就是你强他就跟你强，你要是跟他刚他就跟你刚到底，知道吧？他是完全不会服软的，他也不会同意你那个道理的，就是不管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对，不管你讲什么，他就是觉得他自己对。啊，你看没看见？看没看见？然后呢？你知道这种人你怎么治他吗？你不搭理他，你知道吧？你把他放一边，你不搭理他，你都不搭理他，你这隔个一天两天，他就过来以后，咱们和好吧，就这样的，你知道吧？他就是这样的。每天我一跟老白吵架，我能气死，我这他能。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跟小黑吵过架，我跟小黑没有什么吵架的由头，真的，我跟小黑没有什么吵架的由头。小黑每一次都是默默的给予我帮助，然后他觉得我不需要他。他不需要给我帮助的时候他就默默的退出，然后需要帮助的时候然后他就
出现。然后为什么我跟天秤座合不来，知道吧？因为我也是一个不能接受别人意见的人。你当狮子座和天秤座遇到一起，那就是看谁能刚得过谁，那简直就是噼里啪啦，直接电闪雷鸣。谢谢李奥宝贝，来我们众筹一下展馆礼物，正好点一点展馆礼物。谢谢哈比，谢谢哈比送的真爱我，谢谢滚滚送的大话筒，谢谢。傻过，疯过。让老白来跟你刚，你不是不会吵架吗？你不会吵架，你还让老白跟你刚？必须得给你讲的明明白白，你这不是讲的明明白白。我跟你说，在狮子座脑子里，你就是在那给我犟。狮子座就是那种，你少给我犟，你就听我的就行了。谢谢，欢迎5084。你冷暴力 ，OK。这个旋风不要说这种话，你让我看见了，不要说这种话啊。你看老白现在在这发害怕，他其实害怕吗？他一点他都不害怕，他一点的都不害怕。身上那双疤还不依不显委屈，在人群中变成纪念。欢迎冲啊，来我们众筹一下展馆礼物好不好，我们把展馆礼物集一集，我们现在还有8个没点亮，小眼镜、比心兔兔、热气球、万象烟花、保时捷、私人飞机，这些小的我们可以众筹一下，宝贝们我们众筹一下。小眼镜，谢谢林一球宝贝送的比心，小眼镜我们集一集，小眼镜还可以集的，小眼镜和比心兔兔、热气球、万象烟花，这些都不是特别大，都不是特别大的，大家可以众筹一下。第一夜，我的起点。哎呀，我们竟然和王老师输了，我们竟然和不染同学输了，一人在上个，哎，26,000-46,000。我上是多少票？一人再上个10,000多票，差不多。欢迎柠檬老板，谢谢小黑，谢谢哈比，谢谢小六，谢谢李奥，谢谢对牛弹琴，谢谢妮妮球，谢谢陈滚滚，谢谢千羽，谢谢婉婉，谢谢可爱的萌奇，谢谢萌奇，感谢大家。感谢小七球，谢谢白鲨鱼风，谢谢 baby， 谢谢潇潇，谢谢全场，谢谢拉本，谢谢鸡兔，谢谢双鱼。我不太了解。没事儿，不用。姐姐，来吧，哎，你发老王吧。发老王吧。嗯。老王吗？老王。老王。OK。老王。我是。老王，你这样吧，老王。谢谢白鲨鱼风送来的 kiss kiss。好，咱们老王，你发吧，行不行？是我的麦吗？哎呀，我发王一博叫时尚老公，御姐不御姐，什么萝莉这个那个的不同的，快点！我不叫老公，叫爸爸，叫相相国，夫君吧，时尚夫君。你给王一博放大行不行？我能给他放大吗？我放大不了。夫君也不行。蝶姐放大，蝶姐放大。啊，我给王一博放大是不是？好嘞。夫君不行，那唱叫不同老婆，十种不同老婆可以，老婆可以，十种不同音色的是吧？对。那你说什么风格的吗？你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嗯，就是用那种看垃圾的声音看我，看垃圾的声音那种说好吧？哎，是我的麦在呲吗？还是什么？没有，是我仨的问题，我们仨的问题。是吗？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苹果十三。我把他俩麦闭了就行了。你把那个王不染麦闭了就不撕了。OK OK， 好了，没了。好了。对对，就把他麦闭了，你就把王不染麦闭了，他就不撕了。有什么风格的呢？你随意。你也不来几条？十声是吧？嗯。老婆
可以。最后的好听，最后那几声好听。他御姐音，他御姐音挺猛的。他御姐我。你御姐音成猛了，你叫老公好听。老公。老公。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等一下，你别喊什么。啊？你在说什么？我说你管说什么？那个好听，最后几句好听。老婆。没有，要不给你。老公。OK OK， 玉姐真 YYDS， 你这真行，真的吗？这么有杀伤力，该王不染了。王不染怎么了？跳下去！喊老公，喊实际。不同音色的，不同音色的。给俺放大，给俺放大，继续给俺放大。老公，老公，老婆，老婆，对对对，撒娇可爱卖萌，生气的。他的一个是你求他办事的，一个是你撒娇的，一个是你生气的，一个是正常的。小点声音乐，听不着你声了。别拿出肾虚那个样。表情，老公，老公，哎，老公，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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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好了，嗯，他好像一直在说老公，这个姐妹真直男，姐妹们真是的，这老公不提也罢。不听也罢了，真的是听了跟没听一样。王不然你要擦边，能不能这样？老公，你要这样。对。你看看景迪，看他。你喊一遍，你就喊一遍。来一个，来一个，听听看，浅听一下，浅听一下。你再来一遍，阿全。老公，你要这样。你可以不露脸，你可以像他那样贴得很近呢。老。等一下，我想，老公，哎，老婆，开始，我觉得王不然已经射死了，姐妹们，我俩受不了了。哎呀，没事儿，我王哥纵横 PK 秀场这么多年了，这点世面以前都干过。啪的给笑出来，这没出息这个样儿，你瞅你们在这块哗啦的笑出来了，吃回去，舔回去。可以再放个开，老撤了，兄弟，撤了，嗯，没面子了，那撤吧，嗯，撤吧，那我们撤了，受不了了，嗯，那行，今儿几个玩的开心，好嘞，好嘞，玩的开心，好嘞，好嘞，拜拜，拜拜，拜拜，不然，拜拜，景迪，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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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晨。拜拜拜拜，玉萌老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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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你是真不动手啊，就听着等着别人退，真的是。真的不动手啊，这个人啊，真的是。刚才为什么全靠飘屏？好，飘屏飘的榜一，可挺牛的。我们的掌管礼物还有没有小礼物没有筹齐的？怎么还是十二个，还差八个？眼镜子就差两个了，宝贝们，众筹一下，9.9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吃大。谢东东宝贝，谢东东宝贝，谢小佩老婆。东东宝贝是不是有几天没来了？谐音 ，Hello。就是还行吧，没有那么特别的那什么。欢迎侧面，谢老板送的保时捷，谢诺诺宝贝送的保时捷。我们还有五个，谢谢诺诺宝贝帮我点闸款，谢谢诺诺宝贝，谢谢 Q1， 谢谢大家送的小礼物，谢。气球，感谢谢谢宝贝给我点掌管礼物，谢谢宝贝。好了，我们剩下的那个
嘉年华我们交给老白吧，好吧。不相信你会唱歌，我管你信不信，爱信不信。哦，我们还有是吧？没了，没了，18个，还差抖音一号和那个嘉年华。谢谢诺诺宝贝送的抖音一号，诺诺宝贝大气，老板大气，感谢富婆。金英好可爱，我今天本来想夹那个的，夹那个头发的那个猫耳朵的，但是那个不太很好看。都口红呢？欢迎带妆，交给老伯或者蝴蝶结。雷蒙老板闪现了吗？雷蒙老板呢？咋的了？展馆还剩下嘉年华了一个。刚才雷蒙老板不是闪现了吗？刚才。展馆礼物就剩一个了，老伯，快上。口红这个是 Into You 的 G05。我这里没有展馆，没有马车礼物了，我不用你展馆有没有展馆礼物，你就送给嘉年华就行了。欢迎优秀，你不用看，我都帮你看好了，特意给你留的，老白，特意给你留的哦。谢热心市民，谢热心市民送的纸鹤，谢谢。嗯，嘉年华好。嗯嗯，谐音梗扣钱哦！谢谢坠入，谢谢坠入送的纸鹤。来，我们感谢一下点亮展馆的宝贝们，感谢大家，谢谢诺诺宝贝，谢谢诺诺宝贝，诺诺宝贝大气，谢谢江晨老板，谢谢江晨老板送的直升飞机，谢谢老白送的大珍珠，谢谢诺诺宝贝，谢谢我们 Shiny， 谢谢 Shiny 送的热气球，谢谢恩恩，谢谢恩恩送的纸鹤，谢谢热心市民 M， 谢谢特鲁姆鹏，谢谢 Heartbeat， 谢谢 Heartbeat 的宝贝，谢谢陈滚滚，谢谢妮妮球宝贝，谢谢小黑大侠，谢谢小佩老婆，谢谢小黑怎么送了70多个青青啊，谢谢小烙铁，谢谢小佩老婆，谢谢小六，谢谢恩恩，谢谢男兵一位，谢谢男兵一位送的爱你哟，谢谢，谢谢浩浩，谢谢南方有家木，谢谢曼塔，谢谢曼塔送的蓝鸟，谢谢，谢谢你好矮哦，谢谢对牛弹琴，谢谢小六，谢谢浩浩，谢谢对牛弹琴，谢谢浩浩，谢谢 WRH， 谢谢潮哥，谢谢潮哥送的玫瑰，谢谢不聪明美女，谢谢鹅，谢谢宝贝啊，谢谢严小婷，谢谢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顶力点亮展馆礼物，感谢感谢。没有马车，没有马车，因为新的一周得啊，你说哦，你说、啊、以后都没有马车了吗？去刺猬一下，小班啊，刺猬也没了。你那里有马车吗？那就那就最便宜的好像就是保时捷了吧，那就保时捷吧，然后保时捷吧。啊，我们的马车没了，交通工具都可以吧，好吧，我们的马车没了。
天塌了！自行车太贵了，自行车要200元呢，保时捷便宜点。只要是交通工具都行就行，飞机也可以。啊，我们的回忆没有了，以后他要都不出的话，我们这个马车就是回忆了。旅行车也可以，旅行车也可以，旅行车也是现实的，后面可能就没有了。不是说的那个大马车，是说的那个奇幻花车。保时捷比自行车还便宜，怎么弄的？它这是特效，那个自行车的特效比较牛。今天播到啥时候？今天应该播到一两点钟吧，差不多。欢迎上上签，溜了溜了，这就溜了。OK OK， 我寻思你今天还，我今天一直播到几点？我看你都没有来，我寻思你今天不来了呢。那我们公主马车的任务交给其他搞盒子或者挖矿的老板们吧。你送的最后一个马车没有了，这是回忆了。真的假的？去吧去吧。评论都说爷们要战斗是怎么回事？直播的时候会唱爷们要战斗。欢迎六七 B， 欢迎祭舅。没送灯牌的送了灯牌了，欢迎我看可爱的大铁牛。你好你好，晚上好。今天确实是可爱风啊。傻过疯过是误会的条件，真的成回忆了，真的。即使谢小六送我的眼镜，谢小六。大家平时有截我直播的图什么的，我们可以去发到微博超话里啊，我们可以。园区很严，好吧。那后半段你是要去睡觉吗？谢小六，谢小六。号被封两天，结果粉丝团都自己退了，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也不知道啊。那你的号怎么被封了？我哪知道？今天应该不打游戏吧？一夜我的奇迹。说的今天打，我昨天怎么说的？昨天哥是怎么说的？欢迎荼毒。昨天没说吧？的条件说的是可能打，昨天不可能，我不可能没确定的是，欢迎奥勋，不可能没确定的是跟你们就说一定的。哥们儿哪赖账啊，哥们儿没确定的事情怎么可能。对，我说的肯定是看看啊。好，你们这群人在这炸我是吧，无中生有。咋和视频不一样？视频会端着一点。那哥们儿本来就没说，那跟哥们儿，欢迎半夏微凉，那哥们儿有啥来账的？哥们儿本来就没说。欢迎布丁。背景变了，背景变了，是我搬到客厅来了。原来那个房间我改成那个衣帽间了。我改成衣帽间以后，发现自己的衣服太多了，实在，但是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衣服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把冬天和夏天的衣服都放一起了，不是买的房子，租的房子。第一眼，我的季节。客厅改到阳台睡，我家没有阳台。
服穿，不知道为什么就疯狂的在买衣服，但是家里衣服已经很多了，等我把我的衣帽间弄好了以后给你们看一看我有多少衣服。我莹莹莹莹到我房间里说你可以开个服装店吗？感觉我家里那个比服装店的衣服都还要多。欢迎孤七，爷们要战斗，今天唱过了。谁在叫我？我没叫你，我说你看我那个收拾的衣服，然后你说我可以开服装店了。看不到我，我就飘在那儿。他有点吓人哦，你这说的。我只是搬到客厅来了，我衣服没地儿放了，我就把原来那个房间放衣服了。我感觉这块比，我感觉这里比工作室好看，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虽然后面很暗，但是我感觉这里比工作室还会好看一些。感觉画质会糊吗？我感觉就是后面的这个背景会大一点的话，会感觉，没有那么的拥挤。感觉以前那个就是在特别小的室内会感觉很拥挤致人。哦，不是，我是 Hello 哎呀，我想问你，你是不是在这个互联网上没有朋友了？谁呀？哎呀。二丫谁呀？你啊，你有病吧？莫名其妙起外号了，起上外号了。行，那我们怎么玩？怎么玩呢？咱们那个谁想跟我一国？组队呀、啊？哎，那我跟何二秋一国，那王一博你俩一国呗。好，来吧，行，咱们最后说奖励、啊。好，OK OK OK，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玉梦姐啊，过来了过来了 ，OK OK 了 OK 了 OK， 那我们直接开始了，闭麦了，来给谁闭麦了？加油，春哥，我可以的，加油 ，OK 了 OK 了 OK 了，我们能行吗？哎呀，感谢黄蜂姐姐，你看这一走了上来就你，谢谢黄蜂姐姐，感谢。我们能行吗？我们能行吗？不知道能不能行。爷们要战斗啊！我爸说了，是个爷们就应该去战斗。爷们要战斗，爷们要战斗。今天不打人票，尽力吧，好不好？出事和那个二晨都挺有条件的。谢谢莫赖，谢谢莫赖，谢谢大破镜，上上，爷们别借酒消愁，谁又能体会你的忧愁？爷们路没有尽头，带把的人生就要忍受孤独。爷们别抱怨不休，总有些兄弟把你放在心头。爷们别假装成熟，内心的强大才是成败理由。有在为你伸出双手，头晕了，有点头晕，等一下，人缺氧了喊的吗？有点缺氧。
对，换个歌曲，稍微有点缺氧，受不了。爷们要战斗，送给大家，谢哈币，谢哈币的宝贝。欢迎一四九，欢迎一四九。缺氧就唱个缺氧吧，你挺有梗啊你。哇，我这衣服掉毛。身上那双大如影，无声畏惧，在人群中变成寂寞。青春这本其实小说，翻到第几？谢对牛弹琴送的比心兔兔，谢谢严轩送的玫瑰，谢老板。在这期间变成感言，加油加油，努力努力。谢谢小陈送的灯牌，真的没喝多，真的没喝多，来不及了，宝贝，真的没喝多，来不及了。Sorry， 昨天病了卡座，现在我才起。前天见面的女孩都说我有个好身体，过了那么久我才知道酒精是我生命。转酒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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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害脑神经。喂，喝多了去买瓶解酒药，望向隔壁的卡座，我对他吹口哨。我的腰里别着蝴蝶刀和茅台对尖叫，我是喝酒借醉药的 rapper， 别说不知道。有赢的时候吗？今天好像没有赢的时候嘞。啊，还有二十秒，众筹一下，众筹一下。这是小学生唱的吧？这不是小学生唱的，我都酷啊。喝多了我不行啊。昨天说的打游戏，我可昨天可没说，我说可能。还有十秒，十秒，众筹一下吧，宝贝们。谢谢谢迷你球宝贝，哟谢陈，谢 QI 哦，牛啊牛啊，我丢，想不到想不到，谢谢哈比，谢谢哈比，谢谢大破镜，谢谢 QI， 谢谢对牛弹琴，谢谢莫宝贝，谢谢妮妮球宝贝，谢谢 Moonlight， 谢谢严轩，谢谢青春撩剧，谢谢离殇，谢谢感谢大家，感谢感谢。哦，我们躺啦！哎，真板正板正，哎呀，真娘，真娘们，真娘们。这嘴是。哥。躺了躺了，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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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帅哥。感谢感谢感谢，要不你那要不你要不你讲吧。哎，没有，我是德行。浩斌。那个我发秋事吧。好，你说哥。秋事来一个旅团舞。旅我不会旅团舞啊。又来了，上次不跳挺好吗？那我解决一下。解决一下。你也想跳这个不。你也想跳旅团舞啊。这可不新学。跳挺好，上次你跳完之后我就是那个记什么记忆啊，对记忆呗，那个很短就一点点儿、啊、那就唱歌，我会，我跟你一块跳吧。哎好，那我就罚，那我就罚二层帅哥跳记忆吧。你放音乐我跟你一块跳。老何我操，我华州队咋了？真的吗？行，真假的？这谁啊？要不你先跳然后我再跳，因为哎这这个我行，这行，你可以给你放大，这行这行，可以放大，先给陈哥放大来，放大吧。嗯，我放大不了，看不见。谁放大？谁是发起者？我没发起啊。哦，他自己发起的。啊，我准备放了。哎哎，不是，不是我。你放你自己。你放你自己。哎呀，来，放你自己。放大就提醒了。来吧。啊，这能被提醒？来了，因为放大了，学习一下。哦、
了。OK OK 了 OK 可以可以。万万没想到真的会呀、啊！我真会点，张国正教我的。哎呀，真板真板的。我那我也是来这个是吗？真变态，我忘了。天哪！就那几个动作了。都行，哎，你是玉萌美女罚，玉萌美女看一下怎么罚的。不用不用，你就罚的都跳这个就可以。啊，都跳这个、嗯、行，那就攀比上了呗，就是引战呗。我也不太会，卷起来了。腿能快的，是不是？我的不是，我腿做的更快的，对对。我没臂。裤子，我们家的裤子本身就浅。我没臂呀、啊。我也看这镜头。这看的我的想整几下，真吓人的。那你整一下呗。我哪会女团呢？我会男团。那你来个男团行吗？好娇羞、啊。当立功了又当立功了。好娇羞。OK。陈哥，你给。他丢人。云那个唐昊云给你放大一下。哎呀，来个男团舞。哎呀呀，我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差边舞。放大了，快点。行行行行行行，好行，那我带个特效。家人们，这是天堂吗？请问一下。我带个特效。这里是天堂吗？在空满屏的细狗，多多少少都有点不尊重兄弟们，真的。我不是，这个裤子显得是。我们家的裤子显得臭。목소리에숨막히는감만가득해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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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ey, hey, hey. 눈을那我先走了，先走了。OK OK OK OK， 正好今天没跳舞。完了，陈哥要被降维打击了。啊，没哪有啊，哪有啊，我就是不太会。It's the love shot. 先走，我去了。啊，先走，先走，先走。哎，不爱看，不爱看，不爱看，从来不看这些，不爱看。我刚刚看玉门姐都没眨眼睛。什么？先走，先走。我没，不可能的，不爱看这些，从来不看。先走，先走，先走。真的不爱看。可以，可以，赵二神差点，赵二神差点。哎，对对对。你立马来个扣卡椅，立马来个扣卡椅。哎，扣卡椅，哎呦，哎呀，哎，哎，来吧。来吧，来吧，好，好嘞，好嘞，辛苦各位帅哥，行 ，OK， 辛苦各位帅哥，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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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何，拜拜，羽毛，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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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爱看这些，哎呀，不爱看，一点不爱看，真的，真的不爱看，从来不爱看。谁没眨眼？我怎么可能不眨眼呢？我是个人啊，我怎么可能不眨眼呢？什么时候嘴张开了？我一直是抿着嘴的，什么时候嘴张开了？
男人不爱看这些啊，摸着良心说话，不爱看这些。咽口水是因为戴牙套，戴牙套它就是有口水的。第几页？多少次毁灭？体面。傻过，疯过，是误会的条件，渺小极限的遥远。浑浊的雨水总能洗净一条街，天越黑那微光。晚安江晨，晚安。明松的眼睛，晚安江晨，爱你些江晨老板，跟他说一下晚安，晚安，晚安。未来从第一页。没朋友了吧你、啊？咋了？怎么看你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谁不开心呢？你有病吗？你看这口出狂言，直接开始。口出狂言，也没有那个昔日微笑的模样。不是，我现在是个病号，你知道吗？真的放低身段了吗？真的，我身段嘎嘎的。玉梦姐，您说玉梦姐。玉梦姐，你给哥叫老了。玉梦妹妹，你说玉梦妹妹。算了，还是叫姐吧。玉梦姐，你说玉梦姐，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怕你寻思你怎么是不高兴还是咋的？咋可能不高兴啊！我真服了，我今天晚上直播这么嗨，这么 sex， 这么狂盛，我就狂狂的。行、哎，那你接着狂吧，就是来搂一眼你。不是你不会是对我有意思吧？拜拜。啊，你这么注重我的？走了，再见。啊。这叫什么？这叫给个杆他就爬。给个杆他就爬。行啊。唱个体面。阿成，你要平时很早要点体面的话，我是唱不了的，只能像这种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才能给你唱。恭喜我们西仔今天不一定打不打游戏哦，一会儿看一下吧。堆起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时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欢迎大明哦，嗓子不行了，嗓子有点哑了，我清一下嗓子。消息模糊的关系，暧昧披着荒唐的外衣，铺天盖地的交集，三十点哦，谢谢王真人送的王座，谢老板，老板大气，谢老板，感谢老板大气，老板还不睡，老板难免甘愿听心里谗言，等您的三十三天，恰到好处，像进入病毒图，不付出感情是一种本能，自我保护，我试着忍住才懂感情坚定住，带一点感动将我化作矛盾的折磨人，看起来一次都是误会，是我太牵强附会，不应该知难不退，不该是太重不回归，拜拜老板，浪费，感谢老板送的王座，感谢。我只是有点认真，用情有点深，有的暧昧总是让人昏昏沉沉，嘴巴我喜欢的人爱上了别人，他们会笑我好认真，笑我显得好深，错误的判断，抽出这脚步慌乱，你退去了热情，而我依然进度缓慢，我习惯自由散漫，你却又恰恰相反，欢迎渊源梦想，我只会多情善感，官宣的很坚决，你我的共同好友都觊觎在这条街，欢迎子枫，只有我扭扭捏捏，我扭扭捏捏，哥们儿现在游戏圈都不怎么混了，之前混的比较风生水起，欢迎世界，欢迎老板，总是让人昏昏沉沉，最怕我喜欢的人爱上了别人，他们微笑好认真，笑我显得好深，哥们儿现在都不混游戏圈了，都低调了，都若把你不要扯着嗓子说话，哥们啥时候扯着嗓子说话了，张嘴唱歌说话完全两个发声位置不一样，若把你今天没唱这歌，我感觉我唱不是很好听，所以我就不是很爱唱，落叶无归根，但死不成仙，无所寄托，已无心流浪。你把红豆葬抹，不如写我一首歌。落款你的名字，工整又好看。若把你比作歌。是那高山流水，佳人伴舞，天地伴舞，绝弦的美。若把你比作歌，歌写的我缠绵悱恻，横生终生牵走。感觉我不是很适合这个歌，我是感觉这样的，唱个这个
破茧。如果在噩梦中整夜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再叫一声，抬头，乱雨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尽快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无悔再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如果在噩梦中睁眼，直面这残忍的世界，风拨动了谁的心弦，留恋却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今生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羽翼被撕裂，重回到十九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辗转时空会挫伤，会心痛，依然奋勇去战斗。再叫一声，抬头，乱雨战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让故事不朽，无悔再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可逃，却妄将希望缠绕，也依旧无所谓的想。左吹拂右手的草，双生的烈焰铸桥，绝处重逢见招拆桥。抬头，乱雨成袖，回首，你在我左右，击溃命运的诅咒。故事不朽，无悔再放肆狂涌，守护你一腔孤勇，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退后。当现实无路可逃，绝望将希望缠绕，也依旧无所谓的想。左吹拂右手的草，双生的烈焰出鞘，绝处逢生见招拆招，也不曾退后。破茧。So she want more, not enough. Get low, and I think. 南半球北海道我不会哦。Come on, one eyes, one eyes, and I want.So she want more, I'm not enough. Getting low and I think I'm giving up. Baby, come on, I want us. 你下一秒不会。Said I gotta get money, swear I still love you. I don't wanna go, but you know that I have to. Touch road, gotta play shows, crowd go out. 今天没开美颜吗？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我这还没开美颜。Lose control, gotta change up.爱似水仙，你连关注都没点，哎，你一直在刷屏。缺氧日记求点歌，你要先发歌名啊，我说会唱你再点啊。阿拉斯加海湾日记求点歌，宝贝。嘉宾我只会一点点，嘉宾只会一点点，我不爱，我不是很爱唱，就是很晚的时候很爱唱这些特别慢的歌曲，每一分钟不会。想某人感觉可以学哎。慢
是这个吗？小某人。欢迎 Nice。好好像热。热气球点歌，没送灯牌的送灯牌吧，宝贝们 ，baby 可以的，热气球点歌，不要刷屏哦，刷屏会被禁言。不送可以吗？你所拨打的电话。某人，我最思念的某人，我最想念的某人，其实我并不否认，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富士山下我不会，我会爱情转移。某人，我最心爱的某人，我最牵挂的某人。藏歌不会唱吗？1376会一点点。去大千世界玩笑沉沦，清泉和某人。看爷们要战斗进来的，你看什么爷们要战斗？剪辑吗 ？See you again 可以的，热气球点歌。邓紫棋的话，我听一下。我把你画成花，会开的一朵花，这个歌吗？可以唱的，热气球点歌哦。很想某人，我最思念的某人。One, two, three, four。坏的心吗？不会。欢迎故我，叫王铁牛是因为他们一开始说我长得像李逵，李逵的小名叫铁牛。Take me back, don't leave me. Don't be back, don't hurt me. 晚安，小佳。爱很简单，爱很简单，好像不会。我听一下。谁的歌？陶喆的吗？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m not a doll. 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只听过这个歌，我不会哦。这副歌挺好听的是吧？谢谢芝芝送的王座，谢谢芝芝，感谢芝芝，老板大气。I love you， 无法不爱你 baby， 说你也爱我。我那天想唱那个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好像不是我们的爱，平凡之路啊，我不太适合这首歌，这我能接吗？这接不了，这打不了吧。怀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喂呀喂呀，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
你要去哪 ？We are, we are。谜一样的沉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谢谢四金，欢迎 Archer， 谢谢四金送的热气球。慢慢不会耶。当你仍然还在幻想。周杰伦的歌我只会那些老歌，就是耳熟能详的那些。谢谢那一次送的热气球。只会那些耳熟能详的，就是稻香啊稻香啊花海啊那些。你的明天 Via Via， 他会好吗还是更烂？青蛙词我会。来一首试试点点。试试点点是啥意思？就是随便周杰伦的歌吗？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多为何变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小事一点点。你是说周杰伦的歌吗？我在问你是谁的歌，还是说就是你点的那首歌，就是周杰伦的歌吗？哦哦哦，行，可以的。找一下伴奏哦，不是，找一下歌词，唱一下花海吧，有点饿了。送的跑时节，谢司机送的大马，不是大跑切。归途有风不会，爷们要战斗热气球点歌，哥们爷们要战斗，今天唱了好几遍了。
点个爱情转移吧。爱情转移。是好久没唱这个了。有的时候唱歌可能看不见你们的弹幕。爱情转移。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少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的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情人节把游戏机几缸福利发对，接种几台后卫并没刚相信，留在黑街里取运怎么亏运，怎么可以掌手门仰同话讯，让我都给寻寻云沙云机又钢钉，归家谁又给泪露谁能允许，梦丢我刚没压运音把回流给君，冬阴积累压走被压谁有余，谁都知道谁能伴我也要复习三心，啊爸爸不爱等我几里回口，找不到他影无恙梦，把中洗头泡下冰头粥，无趣不好友往街里要过一周，我并发不扬。我不会粤语啊，我就是瞎唱的。欢迎晚风哥，这么一说好像香香好几天没有来了是吧，下班了以后问问香香最近干嘛呢。 Baby your touch is more than enough to make me lose my mind, got me so distractedThinking of you, I need all the time, and I need to feel your skin on mine. We are just two of a kind. Feel the beat of my heart, first the look, then the spark from the second. When we make contact, boy, it's the chain reaction. It's the physical, chemical interaction. When we combine, feel the satisfaction deep inside my soul. When we make contact, boy, feel the heat increase, and the mind's racing, I'll be weak in the knees, and the earth.我和可以宝贝还是风格是略有不一样的，我可能会有的时候可能会疯癫一些，
火速感谢哥，感谢我的猴啊，感谢我的猴，感谢猴啊。谢谢铁牛的小，谢谢宝贝送的蓝鸟，刚看你视频怼人呢，今天格外漂亮，实在没有造型可以做了，这两天实在没有造型可以做了。欢迎谋生，欢迎一言一行，把耳朵给你玩玩呗，你自己想要的话你自己去买啊。猴才来看你，猴你刚才看谁去了？学一下粤语就无敌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不是本地人，你说再好或者是怎么样它都会有人挑刺的，真的。因为我其实出粤语歌我都是会很认真的学的，我真的很认真的学了，但你就是不是本地人你说不出来那个味道。今天没戴耳机，戴了今天没有看到。这个歌叫 Contact C-O-N-T-A-C-T。 谢谢乔恩成爱送的灯牌，没送灯牌的送的灯牌哦。欢迎朱佛山、彭玉叶，欢迎小空姐。你刚刚在看铁牛，我才不信呢，信你个鬼！长这么霸气，我长得霸气，我是霸气的长相吗？好像不是的，虽然我天天老是说自己是御姐。但我没消费哦，行。青鸟没有学，Make it wasted, wasted.Tripping up, tripping up, this tripping is out of control. This feeling you keep giving, you keep on hitting it, ooh, oh. Maybe it's your love, love is too good to be true. Baby boy, your love got me tripping on you. You know your love is taking me. This is, this is, this is 小珍珠耳环，这不是鹌鹑蛋，去里的。我在想我现在要玩游戏的话又要播到个三点钟了，其实我也在纠结。你今天好性感啊，哎，我戴个猫耳朵我性感。铁牛是外号，谢谢皮皮宝贝送的棉花糖，谢谢皮皮宝贝，谢慧哥送的锦囊，谢皮皮宝贝。每天来送一个，谢谢宝贝。你真想看我打游戏吗？欢迎诀别。打游戏人气比这个高，打游戏人气没这个高。打游戏只是大家有看，但是他不挣钱呢，没有唱歌挣钱。我唱歌也可以一万人的。打游戏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一两千吧，差不多跟现在也差不多。那不能每一次我打游戏都拉着他呀，对吧？现在搞得我，那我播游戏，你们到底是想看我自己玩，还是想看我跟他玩呢？
赛季啥时候更新不知道。对呀、啊、那不是想看我自己玩呢，想看打游戏不是想看我自己玩呢。欢迎清风，谢慧哥送的锦囊。我不能两个人老是一起玩呢，对吧？老是一起玩，那不能老是一起玩的。是两个人一起玩是有节目效果，但是也不能老是一起玩的。我为什么不能有他的牌子？Dark side, I'm in love with your dark side. So don't turn on the high. I'm in love with your dark side. Dark side, I'm in love with your dark side. I'm in love. 挣的不够坑的，我一晚上挣的钱不够他坑我的。升十五级了，恭喜我们老哥！恭喜我们老哥十五级粉丝灯牌，恭喜恭喜老哥！我的嘴肿了，朋友们，我的嘴烂了。你们今天有没有发现我的嘴看在这里了吗？嘴有一点肿，这里烂了。我昨天就烂了，然后我昨天涂了一层那个唇膏，我以为今天会好，结果今天更那个什么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它挺恐怖的，感觉像感觉就是，反正又肿然后又疼。挺疼的，反正，但是很想啃它，就是想让自己痛苦，就是这种感觉。嘴上长痔疮，确实的。一说好明显，我今天嘴这边就是肿了。那就去播会游戏，因为现在太早了，现在太早了。我现在下班，直接下班，你们可以接受吗？我现在太早了，就是有点。但是我怕打游戏。你觉得？哎呀，还挺有压迫感。快挺不住了，睡觉去吧，就是说，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吧。但是我怕那个，播游戏，但是播游戏肯定就会有很多人刷，要喊他。很纠结，知道吧？咱就是现在头脑中 CPU 在疯狂的运转，就是很纠结，很纠结。你看，我都不打，你们都在那刷。哎呀，难搞。真难搞。那我以后都不播游戏了。看你们这群管理，就是对带节奏的深恶痛绝。
tonight。 老擦牙齿，我擦的是牙套。欢迎龚先生啊。消息模糊的关系，暧昧披着荒唐的外衣，铺天盖地的交集，三十天朝夕，莫名其妙的默契别过期，心机的缠绵，眷恋贪恋着你的侧脸，我愿沉迷你万年。现在不能直接下班吗？要不现在直接下班？单恋这三十三天。一切都恰到好处，谢谢青青，谢谢青青送的青青。要不现在直接下班？忍住忍住，欢迎粽子。蹲的纸老虎眼，一切都是误会，坚强不会。考虑考虑吧，我考虑考虑。欢迎迪克，咋了呢？唱歌已经唱没什么可唱的了。该死的暧昧，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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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考虑考虑。今天亲密度还没满啊，下次早点来嘛，宝贝。这都看到我，可不咋地。下班吧，欢迎露露北。明天打不了游戏，明天要打人气榜。考虑打不打游戏，只有就是今天。欢迎粽子，今天这一天不打人气榜，这一天。亲密度今天没清零是啥意思？没打满吗？下班吧，谢谢粽子爸爸，谢谢粽子爸爸送的灯牌，谢谢老板。我打，我怕老多那个什么。谢谢青青，谢谢青青送的比心。爱上了别人，笑我好认真，显得好事。刷礼物不加亲密度了，为什么？